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常常讲到，成低加早，成价不好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“成”字应“成”第七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“成”代表是伤过疼爱囡仔，想要创啥就可以创啥，记在一起。另外一个音读做“兴”，就是拄啊好去拄着啊。另外，同款嘛有疼爱意思，像讲“孝兴”代表是可怜无彩，有人做歹代志，咱讲是孝兴呆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作听声，就是想过听声囡仔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言语，人讲成低加早，成价不好。字面的意思是讲，那是成低，低无乖伫咧低调，见在伊啪啪走，走去到灶卡，含灶就可以过夹起来，过路畅畅。未输是成价同款，囡仔那是唔知影感恩，对不好事多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囡仔爱笑，唔过唔贪生，啊那无就变作成低加早，成价不好。那是囡仔伤过听声，大汉歹管教，亲像灵镜变道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声，另外一个音读作形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